个人赛第一轮，王天一顺利过关，并不血刃，拿下了崔格。我们来看这盘精彩实战。王天一选择了仙人指路开局，崔格呢主体炮，红旗玩家中炮，黑棋呢选择了补三象。红旗这个时候啊，他没有选择正常的这个上右马，也没有跳边马，而是啊飞了一个边象。以前呢都认为啊开局飞边象造成阵型散乱不好，但是现在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呢，反而啊在专业棋手里面还热门起来了，飞个边象削弱这个足底炮的威力。黑棋呢选择了高车，红旗上马，黑棋呢横车过弓，红的出车，黑棋选择了进车抓炮，试探一下红旗的硬招。红旗呢选择一手平炮，黑棋呢补一手士，红旗呢也补一手士，黑棋呢在退车河口，红旗在平炮，这样黑车虽然说进而复退，这个炮呢也在这里浪费了一步，双方啊都是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，黑棋呢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冲卒，红旗高车。黑棋呢跳边马，黑棋跳边马以后啊，非常希望啊走一个挺边兵，以后呢上马打车。红旗呢先上个马，哎呀，他要先来一下，那黑棋呢选择一手交换，红旗吃掉，黑棋呢打掉，红旗选择打掉，黑棋呢在这里选择了一手卒七进一，红的出车，黑棋拐角马。红旗对兵，来活通这个三路马，削弱棋盘上最后一个弱点。黑棋呢接受，红旗吃掉。黑棋这时候啊选择了一手马四进三。黑棋这张上马呀，可以考虑啊对蜗居。对蜗居虽然说在这里损失了一招棋，但是呢阵型呢非常稳正，而且呢把你这个车对掉之后啊。这边的红旗，这边的这攻击力啊也缩小了。红旗呢选择一手进车抓炮，试探硬招。黑棋高炮，红旗再捉，黑棋保住，红旗上马一踩，黑棋呢顶住。哎，那红旗呢就选择了一手交换，黑棋吃掉。红旗在这里呢，他也没有着急来吃这个卒。吃这个卒呢，黑棋呢就可以上马抢一个先手。红旗呢在这里啊，它是选择高炮。高炮之后，这个断你的马路，下一招要吃你了。黑棋选择一手上马，红旗呢平炮打一下车，抢个先手。黑棋平车，红旗呢再吃卒，黑棋进马。红旗高车保炮，红旗这招高车保炮也是正招。你要是不高车，黑棋有一个卧一将出帅之后啊，有个弃车砍士的手段，你不敢试，要不然的话会车砍炮。那黑棋呢也是先来一将，红旗出帅，然后呢黑棋选择了一个双车并线，红旗平炮。然后呢，利用霸王车来对车，抢占这个卒临线。那红旗呢，就选择了交换。交换完之后呢，摆个中炮，牵制你的车，你这个车呢就不敢离开这条内线，底下漏风。这个马呢，在这里也没用了，啊，选择退回去。红旗来一将，这骑电车，红旗呢再退车。站住这条卒临线，生命线。黑棋回马，红旗呢进炮，黑棋卒一进一。那红旗呢先重炮打一下车，然后啊用这个炮来架中，以后要进兵，啊进马踩住双兵，红旗呢兵五进一。黑棋踩掉，红旗呢？车站内，
黑棋进个边卒，红棋进炮，限制这个黑马。哎，那黑棋呢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他还是把这个马呀跳上来了。他可以考虑啊回这个马。那红旗呢平炮，绊住马腿，绊住马腿呢，这个车呢对你底车有牵制，这个车呢就永远抬不起头来，就绝情铁门栓。黑棋呢选择了进马，那红旗呢过兵，黑棋回马，抬炮，红旗。选择跟他交换掉，黑棋把这个一飞，红旗平兵一将，黑棋落象，红旗这个小兵啊，长驱直入了就，黑棋赶快回马，红旗继续冲，黑棋退中间，红旗再冲，打着象呢，卡住象眼了，黑棋选择高车保象，红旗平车捉马，黑棋先来一将。红旗进帅，黑棋呢进马，黑棋这招进马应该说是一个致命的败招。黑棋啊可以考虑啊高车保住，这样红旗吃象，黑棋呢可以选择出老将，红的平车，黑棋可以选择回马，这样红兵呢肯定要破这个吃象，杀一将呢就上来，以后啊马跳来，你退车。他就把马跳来，这样虽然说损掉了士象，这个老将啊偏到这边，你这个中炮呢威力也没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全村人的希望，这个小兵呢也没了，单车寡炮啊瞎胡闹，这个棋呢黑棋也不怕。实战呢他是选择了进马，这招棋啊造成啊这个。士象一丢啊，子力啊还受到牵制。现在吃马吃象，还有小刀剜心，你这个马呢白走，还得回去。红旗呢把象一杀，黑棋还是得出老将。红旗呢平边车，平边车，它看似是要吃卒，其实呢它是要小刀剜心，以后呢杀士。黑棋无奈啊，还得上老将。那红旗呢？先手又把这个边卒给吃了。黑棋回马，红旗呢平车保住士，保住这个兵。黑棋进车，准备啊扫兵。红旗呢退炮，红旗退炮之后，下一招这个炮平到视角来一将，可就非常凶残了。黑棋呢选择一手进马踩车。那红旗呢？顺手牵羊，把卒一吃。这样交换完之后，这个红旗的这个兵啊保留住了，这两个卒呢也让红的呢给他干掉了。最关键呢，老将啊将不安慰，他没办法回去。下一招炮平一将，这都要四处抽将。那到他们这个程度，应该知道这个棋再走下去啊，那就是单方面蹂躏了。黑棋呢也很爽快，没有学某特大。就投贼认父了。